然创造了一个非常红的东西。那我创造了一个小孩，他创造了非常红的东西。我创造了一个酒鬼河马。在哪？我都没看过。你个好笨的酒鬼河马。我就想看呢。不是真的河马。那你干嘛骗我？因为你就是那只河马。因为我叫河马，你就说我是河马。你太侮辱真正河马的智商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手术网站就像这样从小孩圈扩散到大人了，对吧？我来发个群组，叫其他家伙来，我们在这里有传播妹，还可以喝到爽，别管家里的黄脸婆，大家都一起来跟传播妹玩吧。嘿嘿嘿嘿嘿，我们现在正在玩安全之吻的游戏，轮到我亲了。等等，我好像传给老婆了。删除删除。讯息不能删除。哦不。很高兴看到兄弟姐妹都在神的恩典下低头祈祷，你们的脸上发着光芒，就像钻石一样。我糖果克老鼠又死了，谁能给我一条命？神啊，你有手术吗？早知道我把 WiFi 的名称改成神，人人都在跟神连线，我改成线上布道好了。先看看我的农场有没有人偷。没人偷，哼，这游戏不是很红吗？好友，好友，等待回应。好友，米可、尤美要玩跳房子吗？一二三，木头人，红绿灯，鬼抓人。哦，我有1000个朋友，可是却比以前更寂寞。喂，别吵，我正在讲内心独白。